您所抽到的是第38首庚寅签及诗文是明显有意在中间，不需祈祷心自安，看看早晚日过后，及时得意在中间。这四句诗文的意思是明显有意在中间，面对这个事件处置，有意想让自己的名气与声望在此过程中做提升。第二句，不需祈祷心自安，因为内心光明磊落，不需要特别向天地祈福祝祷，自己也是心安理得。第三句，看看早晚日过后，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，一直持续的早晚奉行着。第四句，及时得意在中间，让你当下可以称心如意的，正是内心所秉持的中庸之道。